我穿很薄，所以我要靠近一点。哟，今天12月6日，天后蔡依林不畏台北10几度低温，穿着露腰裙装就在台上劲歌热舞，让现场粉丝们瞬间热血沸腾。还有好久不见，前阵子刚结婚的陶喆，这回也以一曲《找自己》拉近和粉丝之间的距离，让现场粉丝们都好嗨啊！活动不禁也让小编期待起来，跨年那天会是什么样呢？优酷全娱乐，好热闹啊！台北报道。